韩庚和卢靖姗结婚了，韩庚也成为了在韩国发展归国后首位结婚的艺人，粉丝们都替他高兴。偶像明星在恋情处理这件事情一直都是一个大问题，很多艺人在公布恋情后都会遭遇脱粉潮。当初鹿晗公开与关晓彤恋情时也是一样难逃被脱粉的道义，但鹿晗的态度就是很感兴趣，喜欢和支持自己的粉丝，也不怪脱粉的粉丝。12月30日，韩国超高人气偶像东方神起沈昌珉被曝恋情。作为韩国偶像组合的代表性团队，东方神起也是一个时代的符号，虽然遭遇了团队成员单飞的过程，但如今东方神起在只有郑允浩和沈昌珉的两个人的组合下依旧是超人气组合。爆料中指，沈昌珉通过自己的朋友认识到了一位比自己小的圈外女生，朋友关系发展到恋人关系，并且一直在保持交往。爆料中指，沈昌珉身边的友人都知道，也都对他们两个人给予最大的祝福。经历过组合成员单飞的沈昌珉，这次恋情被曝光，应该对他的影响也不大。毕竟组合经历过这么多的变故，依旧能超高人气。如果恋情传闻是真的，我们也应该祝福他。